是梁祖尧，香港演员。我是谢盈萱，台湾演员。她是人家的新娘。她是我的前度。婚礼之前，我要了结这一段情。在婚礼之前，我想要记起这份爱。今年夏天，我们以两种语言去谈情说爱。一个女人她最大的幸福就是看着一个男人对她流下感动的眼泪。告诉我，你为什么又不高兴了？爱一个人是这样吗？他们每个人都有他们经历过的故事，可是我却什么都没有。我的人生通通都是二手的。无从啊，某种程度上是可以拿来对付人的。姐姐不能给的快乐就让我来给。太太疯了，疯了是吧？我外婆说，每个人的相遇都是有原因的。我只想有一个人爱而已，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才会偷看死了都要看。到底是你的自尊重要，还是我重要呢？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觉得这个女人好可爱。可爱？第一次有人这样形容我。世界就要灭亡了，我必须要来见你。你为什么来？新郎本来应该是我。我强迫我自己，你只不过是我另外一个极端而已。这个房间根本就是收容残疾人的孤儿院嘛，好像这个家。确实。七月，恨嫁家族。七月，恨嫁家族。